寡啦，帝王啊，珍珠的，珍珠的哦，嘿，啊，一人200块了，200，嘿嘿，我拢爱买几人的啊，真好吃啊，200块，钱足少的，啊，物件多呢，啊，唔得这个话题，两百块上啊，你比龙尾比较上啊，啊，你个只寡，我不能吃啦，啊，龙尾一包100块，这个比龙尾还少，这是少偌济啊？这种的17啊，一斤17哦，一斤17哦。啊，这山啊，这什么山啊？啊，这乌香。哦，这乌香啊。乌香。28块。全部拢乌香，这三人。啊，你家己种的哦。啊，这草一人拢偌济啊？一人几百块啊？你100块啊？你啊？我500块。500块。哦，啊，这只什么狗嘞？敢还要肥嘞？这只狗啊叫洛里啦。这只狗叫洛里啊。这只你来买，迄人阿姐送你。哦，安尼买，唔通买。哦，这是什么狗嘞？敢还要肥嘞？这只麻烦啊。阿妈养的狗。阿妈养的金条。是哦。这高山啦 ，here 就是高山的啦。这那进口的嘛吼？嘿，我拢袂进口的。你还得这个好啊！你而且你卖，比好事都还俗。哦。你而且卖一斤250，这外口你卖一斤拢要300以上。按怎讲？伊这是高山的，高山较长啦。嘿。啊，你啊一般的吼，拢软食个。啊，这几斤啊？八斤哦。8斤哦，很多呢。现在买一箱。等下看嘛。而且你可以吃。这个真的很冷清。天哪，这山竹哦。这是山竹吗？红毛丹。哦，红毛丹。哦，这红毛丹哦。这红毛丹在那边啊。87块。一斤87哦。啊！你这拢还卖几两的吗？拢卖几两的。我卖几两的。下个月减10块，以后要平。8到8斤安尼哦。安尼一箱，一斤15斤啦。哦，安尼啊，偌济？2000几啦，2000几块，哎呀，2000几块。嗯，我看。有啥物市面上吼，最少看到你卖生。哎，这种的。较无人，较无人有啊。无人。是啊。啊，就是种了盖鱼皮啦，盖小好啦吼。盖小好皮。啊，水啊，皮扒掉皮干，皮扒。像奶鸡安尼吼。你奶鸡搁较水。比奶鸡搁较水。我以前菜市啊买无，拢爱一只。啊，你是拢甲扒。无啦，你挂阮。迄落你遐的啦。唔是。这种喷头是进口的嘛？就甜草，你遐无卖啊？我也无卖。这一斤偌济啊？诶，20块。哎，这样子。20块，啊，我14块啊。这蟠桃啊，这好吃啊。这只菜口感鲜哦。口感真的很好吃。你水蜜桃多只。口感。几多啦？几多？水蜜桃。啊，你若要较有汤的，你就食水蜜桃，好安尼。这2000。这多一个个啊？这美国的，哦，这2000哦，这十万个啊，几层啊？一层呢？十六粒啊，我是讲下底还佫有一层的，哈哈哈哈。诶，万里香。哦，万里香啊，啊，这一斤偌济啊？便宜无？这做只，啊是卖几两啊？啊是卖山的，拢卖几两的吼？叫做啥？我也唔晓得叫。洛里到了。洛里，安尼开人安尼爱偌济啊？啊，现在有较细量个。我爱买开人个。哎。一斤嘛？哎，一斤二个。买些买线个，线要买10斤啊。要买10斤呐？哎，对。啊，这一斤偌济啊？一斤二十。这山也慢慢理想的款咯。啊，
万里香哦，万里香，好看啊！因为大家侪拢是万里香，无啦，无一定啊，无一定啊，全部拢是吗？对，真好。类似金黄，啊，不是金黄。十九号啊。十九号啊。哦。这是拢爱买几档的。啊，你是咩盘啦？珍珠盘啦。这一斤偌济啊？二十哦。我这边做那巴拉干哦。这边做巴拉干。不需要。这是什么苹果啊？智利的秋香苹果。秋香苹果。这没有辣的。没有辣的。颜色看起来很漂亮。啊，这安那卖啊？2200。一箱吗？对，一箱2200。黄金果。啊、哦，黄金果那么大颗啊、哦？啊，没有小颗的。大粒的黄金果，啊，这一斤偌济啊？一箱八百。一箱啊？嘿。一箱。八百。一粒吧。嘿。啊，这一箱五百。这一箱五百。嗯。红蓝，这啥红蓝？哎、欸，红蓝，这真的是红蓝。啊，这种的呢？还有那个西施。哦，这西施哦。哎、欸、哎、欸、啊，这玉纹。嗯。玉。这个是。啊，这个金黄。对。啊，金黄。啊，这嘞？苹果酸呢？这苹果酸吗？这卖无苹果酸吧？我用苹果酸。哎，爱文盲，盲回来。啊，我爱文盲啊，爱文盲啊。嗯、较大粒是七粒，啊，这八粒。哦、嗯。哎、欸啊，这介绍安那卖？迄一箱600块，这600。哦。哎、欸。伊较大，较大，伊七，伊拢平者，伊拢十斤四粒，爱七粒，爱八粒。嗯。啊，佫落来九粒的，拢差五十块。哦，拢差五十块。对对。好嘛，这较大箱就更加俗啊。愈大箱愈俗啊。啊，愈大箱吼，愈细粒啊。愈细粒，愈俗。哦。嘿嘿嘿。你一站尔嘛？这两站的，这哦，这两站哦。这两站。你安尼一箱偌济啊？这也是。这就较俗啊，这一斤400尔，二十斤400，这900几。哦，24粒啦，吼，24粒900几哦。我那小，你小啊，你小啊！这是什么品种？你要吃的还是要做什么的？这是什么品种啊？牛奶啊！牛奶，牛奶啊！对，阿姨当白蜡呀！牛奶白蜡，快去买来，我小丽姐。耶！哦，要是我买什么，看起要买些嘿，那什么呀？西瓜牛奶啊！西瓜牛奶，这么好吃。要收五个拍价，要收拍价，来来来，香苹果，他没有打，没有，都没有打啦，没打啦。这可能，这可能，这可能，这可能。那么往床呢？甘露，这是甘露。哦，很甜吗？是啊，这个甜度就是正常甜，大概12度、13度左右，不是超级甜，超级甜那个很甜嘛。哎，但是你放心，有幼咯，啊有甜，哎，食了无醉无味，没错，没错，不会出很甜，不很甜，很细肉，这少量。你是啊，可以单单买啊，是都要买整箱？没有，就整箱哎，整箱这样子一件加好划算，4颗嘛，对，8颗，八。哦，一箱8颗，一箱8颗大概多少钱？1350。哦，1350。嗯。哦。啊，那这个需要你多少？那要十斤呢，十斤呢，然后请一个。
这是这是辣的七八三，这是这是五辣的，这是五辣的吗？啊，这呢？这一七八，一七八，这几斤啊？三斤五啊，三斤五啊。嗯，啊，你做阿弟一斤偌济啊？两百几啦，两百通，啊，这美国人啊，怎么嘛美国人？中秋节快到了，素的吗？这是文旦啊，是鱼丸。文旦，文旦跟鱼丸有没有一样？文旦就是柚子的一种，它是文旦柚。啊，你一般？啊，这是磨刀的吗？哎，对啊，麻豆的，麻豆的。哎，啊，你那像大白柚、西施柚那种的，都无同款的，那种的是大粒的，那种的都无同款品种的柚啊。啊，这唔同，等到消水哦。对，因为拢打落去，啊，无你若无爱等消水，你就爱找小哥，小哥免消水就当。哦。好嘛。啊，菜只要新鲜。对啊。哦，这免消水的。这嘛是嘛是要等消水的样子。你说好像。上。你哪位？来骗你呗。这小姜啊哪位啊？啊。小姜啊哪位啊？我十粒。一斤十粒。哎。这个小姜啊，一号落咱这小姜都袂少。刚好切啦，看要吃无啊？刚好切啦。老板，这是什么苹果？这啊，这。叫爱辉，爱辉哦，啊，这种这水蜜桃苹果，迄千五这千四，啊，千个比。哦，好香哦。啊？几箱？几箱的？我几箱来着？五百。四百五。哦，几箱四百五？哇，好大一颗。这是啊，有迄个。困门桶呀，是困房。无，这贵迄落，用袋呢啊？无啦，无啦，我是讲诶，较以前诶时阵是用网啊绳诶吗？我这讲话，迄落啊，那个是用网啊绳啊，钓网诶啊，对吗？哦，这钓，钓网。钓网。这果不落地诶啊？哎呀，落地也生啊。对啊，内行。啊，这是啊，看愈饭愈好食，好食呐。也是这，安尼个就好食。对啊。啊，无迄水果摊拢讲爱看啊，拌拌安尼好食。哎，因为恁里无人买，就爱讲安尼啊。是哦。安尼我们都被骗了。哈哈哈。够水了。这木瓜有籽的无啊？这无籽啊。细了无籽，大了有籽。啊，你的木瓜像一支刀安尼呢？哦，足水啊！足水哦，系啊，足水。是啊，咱看会只。这燕巢的哦。龟仁的。龟仁哦。龟仁哦。啊，龟仁老济哦。就四家。是哦，是台东的哦。哦，这龟仁的哦。这皮较薄啊，这个龟仁。啊，这一斤几个？啊？一斤几个？这个45，这35。啊，不，这个才几个？一斤重。哦，斤重哦，一斤40个。你怎啊一箱咧？差不多偌济啊？这斤量无同啊。这一箱840哦。这差不多几粒吧？就20几粒。20几粒。几粒？你这菜几粒？你想多少？多少粒？哎，哎，好多啊！这咁多粒。哦，这分林的哦。哦，这分林分林较多。啊，这一斤是偌济呢？妈，这300啊，这2多。啊，这是美人瓜。这美人瓜的。对啊。哇，啊这安尼一箱偌济啊？哦，12。一斤十二哦。12。900多，900多。900多哦。咱若买八个，安那斤？哎呦，这你也较便宜声啦。无话，我爱看迄个地头，也是看伊的脚床。会啊，阿边啊看袂啊，遐加你嘛袂。地头愈细枝的愈有色啊。愈细枝愈有色。啊无啊，一甜啊。
啊，真落雨袂，袂清甜清甜尔，落雨袂当作甜。袂作甜哦，爱爱卡车是爱大爱细。无迄交火的关系，含迄无关系。甲迄无关系，我伊交火的关系。我看网路讲哦，卡车在啥物，啥物大哦。是啦，这卡车嘛细啊。对，这卡车细啊。对啊，啊伊这。啊，话讲爱大。伊这交火的关系咪？含迄无关系。嘿，无关系，伊的交火啦，伊的火要交伫。迄、那个关系呢？迄无关系。讲啥物话？地头个爱细，伊这细用。地头较细。嗯。地头细，较甜。较实。较实嘛。嗯。啊，要甲伊讲，恁看袂了。我若像种地头。这嘛讲地头有色啊，有色个伊就较细枝，你无嘛？啊，那囥，啊，不过囥袂久吼。应该三五日无紧啦。啊，你若要囥足久，爱顶开。哦。顶我开一个，会当囥足久。一班的是大细粒的关系吗？啊，大细粒班长啊，一班是小小班的，还是班较大粒的？啊，你也像这一天安尼，一担偌济啊？一担嘛，嗯，做37斤。斤，你也袂想做出六包哩啊？六包好，十八块，斤十八啊？啊，这有籽啊，无籽啊？有籽的橘红色的嘛，它已经是橘红色了。橘红色，水蜜桃吗？哎、欸，这是台湾的进口的，台湾的，哪哪山的吗？雷山。雷山哦，啊，这安那卖啊？拢400个啊。这嘛是四百。哦，大细粒关系尔。来，我给你去包紧。哦，这大粒要顶顶哦。这是福建吗？是啥物货？福建。哦哦，这公园那么大，这风景啊，好漂亮。我今天哪边啊？这种还是新加坡。像青鱼，这青鱼的，要大粒的。这四只啊，还四只我啊。这四只，这四只我。这是哪七宝啊？哎，七宝呀。哦，这进口的啦。嗯，我这拢进口的啊。啊，这一箱偌济啊？这3000。3000哦。嘿。啊，这那么多颗的，十八。1800哦。1800。嗯。18粒1800。嗯。1粒100。嗯。你稍微100个。好，先做无同吗？空气无同，顶这八落半，较大粒。哦，啊，这安那卖啊？二，一箱2000。你若讲二一吼，阮囝讲卖你二一，然后阮无请人叫二一哦哩。哦，啊，这较细粒，这较细粒啊。嘿。啊，我甲伊看，拢感觉差不多。啊，恁看无啊？你看因这有写高落的，迄八落半的，你爱看这啊？啊，公司无共景啊。哦。这有八落半，高落安尼。啊，这就搁要同人啊！这公司像你，啊，搁伊，啊，搁我，安尼，这就足大箱的。这公斤的啊？这15斤，迄5公斤。这5公斤啊？迄个？这15斤，9公斤。哦。这几公斤的啊？9公斤，15斤，迄来算2000块。这拢卖迄个2000，啊，阮囝就改算，安尼啊，这来算2000。9斤哦。15斤，嘿，9公斤就是18斤，啊，就挂起啊，就15斤，算死的就15斤，嘿，你白看嘛，好无？哎呀，你讲，你讲啊，白鸡啊，哎，从我台湾那种哈密瓜嘛，哎，啊，伊咧香槟瓜，哎，我顶间买，我顶间买做白箱吼。伊这种皮啊好食，那你敢知做有只内底至少皮搁薄，啊到皮啊搁足甜。
哦、我顶间要做侪钱，啊！我要甲开卡互伊摕啊！啊，真是拢爱买贵箱的呢。嗯，爱大买就是买贵箱。买贵箱的哦。我顶间都买贵，我买本六小块啊！我一间拢甲买一箱，啊，当个真正正分一只。哦，这你讲。做一只是哪的？一皮做皮，啊，无啥铁铁做哪尔？啊，肉只多，只高。啊，做甜啊？做甜。做甜啊！啊，我今年啊嫌伊的皮衫较无水。哦，迄、那个皮啊，皮衫较无水。诶、欸，这咱安尼一小伊拢卖。因阵拢无偌贵呢，伊即马就是吼运费贵，拢起价。哦。啊，无因阵啊买一千七八百块尔，都够起安尼。我吃着一碗甜甜啊，一点我阿袂敢问个，我唔。即马千几哦。即种啊空运啊吼。因为伊咧开个价钱，确实我会改买，就是安尼啊。因为伊个。按大白啊买，伊呢，咱迄个几个人，大家拢来甲保护吼。我咧改买，伊嘛含好摕本钱钱尔呢。我做食买啊，我顶间买七星的水蜜桃啊，伊颗水蜜桃偌好食呢。个七星你咪食一斤？好送人哦，我买送人一箱啊。你食好食，阮朋友拢讲因无当买啊。伊真正是安尼，啊！我也无当买，你却也无送我。你也无谢，我嘛不谢，我嘛会送你啊！我今仔日刚甲你谢，你也要送你。哦，对啊，对啊。对，我无只坦白着，安尼我若含你作谢的时候，我就怎样送你啊？阮边翕个箱啊鱼吼，讲伊拢无当买迄种。安尼啊。去分享，我拢甲讲白箱，爱白箱分分作。你买上大箱的遐哦？啊，我三百。这拢无丰富济哦。这送做安检证，你只个所以烧了五十八。啊，这有加糖无啊？无，完全拢无，完全拢无。哎，就是安检。哎，你叫人用西西，你做怎样讲啊？我家己。哦。啊，这西西就是送做安检证，是可以下架一个，所以我就来烧给他。哦。我西西不会做。啊啊。我鞋我都不爱穿。嗯，我拢在行。啊，袂当袂当俗个。哈哈哈！哦，这生意挂足贵个。十斤的包吼，加好十斤的包，才含一斤两个。啊，这细包一包。哦，那细包是金黄。那金黄啊？嘿，那金黄。这金黄。嘿，那包。哦。细包是金黄。嘿，细包金黄。啊，你若要大包，很好。大包金黄。哦，啊，这是西施哦。嘿。啊，你是做两种了？我做算做目前是两种，还佫有玉米三种。哦。啊，这边啊，算蛮俗的呢。这二包二啦，上好食较济。阮这拢有落过哩，都我寄来啦。我二有。哈哈哈！二啦二啦。二有啊，迄一包细细。嘿啊，迄家己就差不多两斤，一斤三块。真水呢吼！这香蕉一斤偌济啊？香蕉这一斤八百。一斤呢？一斤三。一斤三二，一斤三二哦，即摆较贵哦。红开来起价，唔好，哦，一斤红啊，拢有几样啊？算做，讲当初你比我唔敢讲，哎，哦，我减肥以前无得用化学，哦，无得用化学肥，哦，无喷农药啊，喷农药袂少，因为你隔日买无肥，基本就残就隔得了啊。哦，啊，反正就是大家买包，包起来拢讲无危险啦。无啊，你你这样哪卖啊？哦，那个啥？这一档三百，这一档三百，这嘛三百，哦，这个水，哦，这个水有点，这个水，哦，这下五百，这哦，这五百，嗯，阿妈，阿妈，俺讲你卖迄什么新品种，本人阿是个，不，讲话迄只嘛少，足少哈，一斤偌济？六百，一斤尔嘛吼，十粒嘛，十粒六百，一颗六十。这是爱分房啊，啥？迄个红蓝。哦，红蓝呐，是红蓝。啊，别还唔得西施？对，别西施。西施。啊？要万文？什么文啊？万文。万文。万文。你知道万文清啊？什么文？万古，哎，温室的吊瓜，温室的，温室的吊瓜，哪种？不是那个哈密瓜吗？不是，吊瓜。这算改良的，这嘛算哈密瓜啦。对啊，改良，改良的哈密瓜，哦。哦。台湾的吗？台湾的。台湾的啊。地方的。
哦，聚众啊。啊，有没有那种粉红色的？红色你要上楼去吗？是啊。西瓜山。虾今仔水个，虾较咸个。虾伊较咸。这虾拢较水啊。啊，今摆看地头啊。地头无关系啦。你看。地头半条路，这代表有小水果啊，这拢很正宗食啊。看看这个虾个味道，你扒看麦啊？伊个反弹力啊！反弹哦！爆反弹力，感觉阿你话你看一下，这个虾个味道爆爆爆爆，有反弹的力量。今天做记录哦！哎呀，做记录的，做记录。